有关社会事新闻与丙寅于111年11月16日中午12时所发布。凤山区建国路三段与文安南街口超狂贪食蛇真实版，本所将查证影片违规事实，据以开罚，并责请本所巡逻警力加强该类违规交通巡地。另接获民众检举影片，将检视影片事证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1条第5项，机车负载人员或物品不依规定，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。此外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8条第1项第2款，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，不依标注标线号志指示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另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3条，汽车驾驶人行经有号志灯至灯号管制入口、交叉入口闯红灯，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款。同时，警方也呼吁车辆驾驶应遵守交通相关规范，以保障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。